无你的梦是阮孤单，亲像夜半寂寞的风声，远远不声是你的影影，深深爱过每一个片段。我需要爱你陪伴，陪伴我走过冷清的夜，写唱出了依依难舍，每一句拢是阮的心声，予阮永远怀念的。如伊只是按五家身份，我真方是真心对待伊，甚至陪伊练唱，帮助伊提起勇气唱歌给大家听。也连花枝也嘛看介伊的美貌甲外貌，下当紧要来签约。另外，在正方的计划之下，如意暂时克服了无打这个弱点，要踮春山楼做艺段，听候土公都的迄工。何小贝啊，你讲，人抓到迄只鸡是毋是足搞怪？好好的鸡抓袂大，就偏偏要走去讲比谁啼了较大声，结果啼了上大声，煞去抓一台，真正是自找死路啊！啊，你著唔知吼，人个有一句话咧讲吼，严格趁红花吼，啊不过吼，有一个人吼，当作伊家己吼是一只凤凰，啊怎啊要颠咯？喂，喂，恁是听过伊讲这话咧口说话？阮是不安尼讲。我问你，你哪拢知啊？你捌听过一句话啊？食紧，是拢怕我。你为着要替恁表姐出气。结果煞闹开，也莫空掠去拍，甚至搁甲人当做伙，你拢唔敢代志别空啊？你也无伫现场啊？你拢知？哦，因为我通算命，算别人袂准，算你上准。等下，啊你拄则讲什么代志别空啊？正好，你家己问伊啊。无啦，伊的意思是讲哦，伊惊我伫咧大家面头前哦，唔敢唱歌的代志会憋卡。啊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是啊是啊，来，给他一袋。多谢。你有看到阮新妇无啊？啊好，即嘛先做了食饭，再搁讲啦吼。不爱啦，我不爱食啦。我即嘛就出来甲你讲吼。原来是无看到我的新妇阿五，我是啥物物件拢袂食，我控伊，互恁看啦。哎，你唔通想讲吼，我讲真实哦，我讲的是真实的哦，我是一嘴饭我都袂食，吼，我绝对要枵互死，枵死互恁看。袂用啦，阿好亲嘛，你安尼身体哪会堪食的？虽然讲袂用。这是啥？我也知影，海底吃。你食就我吃哈。我不爱吃啦。哎，来嘞。大方，吃就我吃。不爱吃。目睭暗到安尼啊，唔知是生作圆的还是扁。嘿啊，一定是做面啦，无好看啦。来退票啦吼，行。哦，啊，来个跑外头啦！你即马是咧看我的人开心？无啦，我唔敢。啊！总算是来啊吼，就是咧等你。尤少爷，你嘛是来看阮春山楼新的安排哦？无唔对，我听讲这位艺大。唱歌的时阵，目睭都爱往起来，而且歌是唱啊足好听的，让我感觉真好奇，想要看伊的真面目。大家啊，你有想要看？有啦！过啊！头家娘，你有听？只要你成全阮的愿望，
这个钱就是你。无问题，交给我，交给我啦哈！来，这边请，真请。这人早就定位啊，你去后壁坐啦。杨少爷，请坐。女儿啊，紧出来，有贵客在等你啦。春山老乃一个乌目睭，佮真会唱歌的艺旦，无几工尔都引起轰动啊！所有查甫人拢真好奇，就想要看这个乌目睭艺旦伊的庐山真面目。无少开堂金，嘛要来一探究竟。春山老生意总算起死回生啊！女儿啊，你予我拜托一下，你今仔日特别破例，予大家看你的真面目，好不好？要不咱之前已经讲好啊？就是安尼，我唔才甲你拜托，只要你答应我，你要爱啥物，我拢予你。真实嘞？当然嘛，真实嘞。那呢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即马。等下囡仔提落来吼。哇，水呢？真够水啊！哎，水哦，水哦，哦，水水水，水哦，水。哎，啊，恁这个人眼光真歹。桃花比水果了百倍。水，哈哈，卡是水，真正是一个大美人。头家娘，以后我逐工拢来捧场。哈哈哈哈哈！听我讲，
当初嘛是伫咧这个所在，我一时无注意到，叫因两个人骗去。我冤枉春花因某红娥，甲桃花下毒，害桃花无法度唱歌。经过这段时间，我调查了，我才知影，我唔对啊啦！红娥才是受害者，因两个人串通，要来诬赖给红娥的。我实在是真该死，我该死，我该死啊！红娥，我对不起你啊！红娥。讲到你这做人个红腮人哦，无情无义啦！啊，若讲到你这查某哦，又管人红腮，也毋是啥物好查某啊！乡亲啊，你讲对唔对啊？对无？这款歹查某哦，都爱常去针对人啦！好死啦！好死啦！哎，你想创啊？哎，卖蛋了！哎，等我先！哎，卖蛋了！哎，卖蛋了！我讲警告！大家听我讲，桃花你安怎无？我是红娥表兄的如意，我的表姐专心专意伫咧爱这个查甫人廖春焕，结果算我来这个查甫人无情的反背，还佫有糟蹋，甚至到这时阵，伊佫来威胁这个查甫人，恁敢知影？我的表姐艰苦佮差一点仔结束家己的性命。现在还找不到人，下落不明，参照这款目前路，他敢都没见到这么假死？他敢真正是红娥的表兄妹？无怪面无啊，要讲要讲。来，摕一个物件给我，我嘛要替红娥报仇。喂，你这个青面嘛想要摕物件给我啃啊？你，哦。青梅，我等到这准哦！叫啥啊？如意，我知影，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，对无？你为着要替你的表姐报仇，才安尼做。对，人讲三年一轮，好歹照轮，想袂到变三年，你甲廖春花得到报应。我总算替阿红讨公道啊！伊一定会真感谢我，至少袂予我歹面相看。各位乡亲，我叫杨振峰，我是杨金河的亲小弟。今仔有一件代志，要请各位乡亲来甲我做一个见证。哈？你是杨金河的亲小弟？那呢？伊都毋是杨家李少爷？什么？杨家李少爷？是你，那呢？你是？我是李少爷的朋友，是伊爱我无像伊。廖春华，我问你，你甲红娥是毋是真正已经离缘啦？当然，迄个阁大苦阁歹的查某人，早就已经毋是我的某。我的心内敢若有桃花一个，真好。各位乡亲，恁大家拢有听到吼？我即马要正式宣布，我要娶红娥为妻。只要有人会当替我甲红娥找出来，予我当面向伊求婚，不管开偌济钱，我拢愿意。哪有可能？红娥生到这么大个，阁这么歹，有家的少爷竟然会介意伊，阁讲要娶伊？想袂到正风介意红娥，啊，不过红娥是人，我是神。我应该要照顾伊才对。
阿五，你这世人，我一定要给你揽条条，我一定要娶你做某。你唔讲话，我就当作你答应啊。我俩想讲，你要甲我斟呢？什么人要甲你斟嘛？水面哦。哦，唔是我。那安尼，你一定伫咧做春梦。去，去甲伊借去。看清楚，这才是你真正的梦。你的梦醒了，对吼，我拢袂记得，原来本来梦游是遐尼大颗，又搁生作遮尼普通，你小孩哪有可能介意？袂歹，你还搁算有主角，知影就好。是讲，你买即摆我房间进前，你若无先看。我跟我讲，你会当心。我。你是唔通想要找机会占我的便宜？我占你便宜，你真正是红军过半了。哼，我袂跟你讲，我要去订鸡汤给二少爷。二少爷，我订鸡汤要你啉哦，你进来啉。好，多谢。嘿嘿嘿嘿嘿，我安尼哦，专工走去甲烦恼哦，借这本《阴阴簿》啊，甲看吼，嘿，确实伊甲伊有迄暗摩缘，嘿嘿嘿，那安尼哦，我著甲因斗三工。二少爷，你紧放开啦。阿五。我早就知影你是阿五啊！你莫阁甲我骗啊，好不好？你知影？哎呀，我的代志别空啊！啊，即摆是要安怎？阿五，你莫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我是真心要娶你，请你答应嫁予我，好不好？原来你伫众人面头前所讲的拢是真的，你不咧甲我讲真相？婚姻大事，免哪会当予白公生笑嘞？阿五，我真正袂用个无你。二少爷，我真正足多谢你无气嫌我，我嘛足欢喜个。强哥真正话，唔呐生做大颗，而且人阁正普通，你到底是介意着我倒一点啊？第一。你的歌声无人会当甲你比。第二，就算讲你的翁婿对你遐尼啊歹，啊，不过你对你的大家相款遐尼啊友好，像你遐尼啊好品德的女性，真正是世间罕有啊！这款人要叫我去倒位找嘞？就多谢你无去嫌我，我嘛真欢喜的。对，不过。你到底是当时发现我就是阿五？自从我伫咧大树下听过你唱歌，还佫有后来，染着你了后，我就已经知影阿五，我真正足爱你的，请你答应嫁予我好不好？为什么我看到阿五，我答应叫杨正好，我的心会遐尔痛？
爱妃，请你原谅朕，爱亲身送你走最后一段路，请你相信，朕是不得已。皇上，你是一国之君，是安怎你连我都无法度保护？你若无死，将军不爱听命令，军队不肯出征，我大唐朝将此休矣。爱妃，我愿意来世，搁甲你再续征，我自有责备来弥补。我恨你，我恨你！你这个人这么无情无义，对我这么无情，就算讲有来世，我就错，我一世人，我死人，我不愿意再看到你啊！原来西晋王爷甲红娥的前世都是董明皇甲杨贵妃，千百年前的董明皇是爱美人无爱江山，啊，这世伊是要安怎过贞观呢？明仔日同这个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祖师爷过贞观。红颜的一头怕打我的心。是安尼折磨自己，要予你伤心，爱你用生命来证明。一场误会来分开，只论了情，甘知？